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工大体育部的陈金老师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后场高远球的挥拍动作。我教大家要分享的是四动。首先是架拍准备，第一动是我们的重心的移动，重心是从后向前移动到左腿，叫重心的移动。那第二动是我们身体的转动，身体是由侧面移动到正前方，是第二动。第三动是我们手臂的挥动，我们要挥击球必须有一个手臂的挥动。第四动是我们手腕的闪动，手腕的闪动。好，我来做一个完整的动作，准备，一二三四，好，做一个快速的，准备，挥拍击球。好，这就是正手高远球的四动。